姑娘，你在找啥？我找啥？找啥关你屁事啊！你个臭要饭的，我的钱包丢了，是不是你捡起来偷偷藏起来了？姑娘，我没有。还没有？吃吃吃，我让你吃。臭要饭的，有危险！姑娘，我真的没有见你钱包啊。没见，没见差什么眼，耽误我的时间。你有没有看见一个深蓝色的钱包，这么长，小的？啊，美女啊，我没看到，你去别的地方找找吧。好吧。人长得那么好看，素质也太差了，我捡到也不给他。没有没有。哼。阿姨啊。你吃饭了没有？我没没呢，我这儿啊有点钱，你拿着去买点吃的，买件厚衣服穿上，别在这儿待着了啊。来装好，来我给你装兜里，别在这儿待着了啊，快来起来。来，老板老板。哎，马秘书，你怎么来了？老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对了，这个是咱们公司新品土鸡鲜金，需要您定个价。好，咱们这呀是一款正宗的土鸡鲜金，它一包足足的100颗，背面是使用方法和配料表，平时用来炒菜、煲汤、拌凉菜都可以使用，而且味道鲜美，口感纯正，是每家每户厨房的必备调味品。老板，那咱们这么好的土鸡鲜金该怎么定价呢？咱们前期啊不求利润，只求一个销量，要让千家万户的老百姓农民工都能使用得起，所以啊我决定，只要是现在点击下方下单的朋友，9.9元我给你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五包、六包，还给你啊包邮到家。王秘书，全安排吧。老板，这么好的产品9.9元六包还包邮吗？对，全安排吧。好的，老板。阿姨，走。屏幕前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让我们一起把正能量传递下去。刘阿姨，